皮，由细到粗。注意，轻入笔向右下方斜行笔，由轻到重，下面这部分尽量向上靠。横折横要稍微细一点，钝完处向左下方斜的。竖画垂直举重，钝完之后向下垂直，所以日字不要太宽，左边竖要细短，要粗要长一点，横跨间距基本相等，中间这个竖垂直，这是向中间斜的，上面人字头要宽一点，覆盖到下方。